来看到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演出的最新情况。来自美国的神韵艺术团今年第六次来到英国，5号起将在伦敦的巴比肯中心进行5天6场的演出，票房相当火爆，几乎销售一空。英国观众以实际的行动表达了他们对神韵的喜爱。神韵今年在巴比肯中心演出的火爆票房，是英国观众向神韵献上的最好的欢迎礼物。5天6场演出，那么在后3天的演出呢，所有的票已经告罄，那么后前3天的票房呢，已经基本要卖完了，所以我们相信今年呢，又是一个连场爆满的这个盛举，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呢，神韵艺术团呢在英国受到广大的主流观众的热烈欢迎。今年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的演出地点巴比肯中心，位于伦敦金融城附近，是欧洲规模最大的综合表演艺术中心，旨在为观众呈现多元化的艺术和学习机会。世界上著名的管弦乐演奏团体伦敦交响乐团就是这里的常驻乐团。伦敦与纽约是世界两大戏剧中心，但伦敦西区要比纽约百老汇历史更悠久，表演和观众的数量也更多。有底蕴的英国人也一直以自己的文学和艺术成就而自豪。神韵艺术团以恢复5000年中华神传文化，并向全世界传播为宗旨。历年来，神韵富有内涵的演出征服了英国观众的心。在当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，神韵亮眼的票房成绩更是创造了演出界的奇迹。新唐人记者梁冬，英国伦敦报道。